嗨，我是宝可梦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哦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聊聊永丰大户2024年的权益，赶快来看看吧。2024年上半年呢，他们把这个登短廊的方案呢，把它取消了，所以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呢，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照旧的权益呢，有这个大户等级新台币高利活储 1.5% 呢，可以存30万元。那么大大的等级也是一样哦，是排告的优惠利率。那么大户等级呢，刷卡还可以拿到1%的任务加码，大户等级呢也可以享有这个指定通路的5%权益加码，都没有改变，所以大家呢一样可以安心的使用咯。简单算给你看哦，这个30万如果存半年，你的利息可以领多少呢？30万呢乘以 1.5% 再乘以182/365，算出来的数字是2243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身上有30万左右的闲钱，你也可以把钱呢放在永丰大户，跟他继续往来。好，每半年呢都可以拿到2200多的利息。刷卡回馈有改二吗？2024年上半年都没有改二。好，你只要完成以下的两个任务，就可以享有 1% 的加码回馈。第一个，大户数位账户自动扣缴大户卡费，而且扣缴成功，好，就符合。第二个呢，也要用行动或者是电子账单，而且发送成功，就可以拿到这个每个月额外的600元的加码。指定特色通路的部分呢，这个大大一样哦，没有加码，但是大户等级一样有每个月有300的部分，好，每个月的指定通路消费呢加码 5% 回馈，大户等级每个月账单上限300，大大等级就没有了。与基本回馈跟任务回馈合并之后呢，最高就是国内有 7%， 海外有 8% 的回馈。这些指定通路呢，其实跟2023年的下半年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你喜欢的是去电影院消费，或者是 Netflix、Disney Plus。好，或者是 Uber Eats、Foodpanda 一样都可以继续使用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会员等级的探讨哦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户的财富金字塔哦。大户呢，他有把他所有的会员呢分成了两个等级。第一个呢是大大等级，只要你开户之后呢，就是这个大大的等级。那如果你跟永丰往来超过10万元以上，你就可以升上大户的等级。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会员都是大大等级，40%左右的会员呢都是大户等级以上啦。那真正的 VVVIP 等级呢，大概是有1/10不到的人。第一个呢，怎样才能够从大大升级到大户？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往来达10万元，好，包括台外币的活定存，还有 iBrand 基金、美股 ETF 债券跟大户为信贷授权的扣款账户，就可以直接升级为大户的等级。你可以享有什么好康呢？你可以看一下这边，30万元以内有 1.5% 的高利活储，那30万以上呢享有排告利率。如果你想要从大户升级为 VVVIP 等级的话呢，那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？好，这个 VVVIP 等级真正的权益呢，官方还没有公告啊。有公告的话呢，我们这边呢就会帮大家做一个最新的解说。永丰大户官方邀请加入，好，所以不是你想加入就可以加入了。官方评估客户除了资产的等级以外呢，你必须要常常的使用永丰的产品啊，比如说他的基金，然后他的贷款，然后甚至他的信用卡，那他们呢还是会经过这个整体性的评估才会做邀约。加入会员有什么好处？第一个呢，你就可以持有这个金属卡，这张卡片呢是在2023年的11月29号于大户之夜呢就是正式的公开，所以有参加这场活动的所有的 VVVIP 客户呢，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商品，现场与会的成员呢都可以来申请。那你还可以有什么优惠呢？比如说11月底的这个大户之夜呢，是在文华东方的 Bencando 意大利餐厅，它有举办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活动，所谓的蚊香活动。好，那这个品牌呢也是未来永丰大户会跟它合作的品牌。那还有这个前面的餐前酒聚会，正式的 Bencando 的餐食，每道菜呢都会配上一杯不同的酒，然后让你呢有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这次永丰大户也特别邀请宝可梦去哦，那我在那边呢就是一边吃东西，然后一边听主持人还有这个财经专家来跟大家解说这2024年的房市，然后还有股市的趋势，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，甚至连永丰的首席经济学家也到了，这个是蛮妙的。这些所有的活动你都可以参加，我觉得它的价值大概超过5000块台币了。结束之后还有伴手礼哦，这真的是超厉害的。我都怎么使用大户数位账户呢？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等级呢是大户的等级，那么外币存款呢也放了5-6千美金，往来的这个证券资产呢也有快400万。宝可梦的会员等级是大户等级，主要呢都是用来投资美股的部分。好，我都会透过这个封一扣把其他银行的外币存款，比如说我在 Richard， 然后还有我在第一银行或是台湾银行的这些外币呢，都透过封一扣把它吸进来永丰的账户，那么就可以来投资美股啦。好，所以我这个美金的转换呢其实是不用手续费的，
我自己买的这些像 BNDW 像这样子的股息呢，它每个月都会固定配息，而且越配越多，这个是蛮有成就感的。那再来就是你的必备卡刷的美金的部分呢，它也可以拿来做扣款，所以这个美金呢，不管是直接跟永丰买，还是从其他银行把它转进来，都非常的好用。2024年的上半年应该要怎么刷永丰卡？很简单，你可以在旅游通路啊，比如说旅行社、免税店或是航空公司，好，饭店类呢就可以刷卡有7-8%回馈。注意上限因为300块比较低，所以大概只能够刷个6000块左右啊，超过的部分你就要用别的卡片来替代了。悠游卡的自动价值5%也很棒，或者是你跟我一样喜欢去看艺文讲演、两厅院、OpenTix， 然后拓元售票系统或是宽宏售票上面刷这张卡片也是有7%的回馈，好，都是回馈非常高、非常好用的。2024年上半年有什么特案吗？只要上车开户填 POKEM 就可以免费加入我们的大户 Telegram 群组，别忘了事后来回报系统，那么我就会审查你的资格，确认无误之后呢，就会写信给你，然后请你来加入咯。好，或者是扫这边的 QR code， 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没有跟团的话，但是又想要加入本团，那怎么办？你只要准备5000点宝可梦暴击积分，就可以申请加入喽。我们呢，每个月呢会在我们的大户的 Telegram 群组发最高5000块红包，只要当月有10个人回报，我们就是发1000块钱。最高呢就是50个人进来，那么就是发5000块红包。赶快加入我们的群组，我们月月都要发好康喽。那我们现在呢也有这个本团的 M 券加码啦，很简单。你只要写 POKEM 上车，好，那么一般成员上车呢可以拿200积分，优优班拿300，基础班拿500。这边的优惠呢是我自己做的加码，官方的好康你都拿得到，除此之外这边还可以再多拿，比如银行多给你200，再加上我给你的200，你就是可以拿到400元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也算是蛮丰厚的奖励啦。最后的结论，之前呢有一些记者询问我说，到底宝可梦都用什么数位账户？说真的，我就直接跟他分享我就是使用永丰大户数位账户，不仅刷卡有高回馈，然后跨行提款转账有20次的优惠次数，那甚至我都把这个钱呢拿来投资台股跟美股，然后让我目前账上呢已经有10%以上的获利。我个人觉得呢，这真的是很简单、很好用的一个数位账户，那也诚心的分享给你，好，欢迎你一起来上车，跟我一起努力存钱、努力的省钱，尽快的达到财富自由的目的。我是宝可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